大家好，我是在瀑布里面饰演小静的王静，很开心今天可以来高雄见到大家。王静、贾静雯、李李仁前进南台湾高雄替瀑布做宣传，粉丝热情排队要签名，记得要拿走你们的海报。目前票房全台破千万，高雄特映会不只送签名海报，还送蓝色的瀑布口罩，而最特别的是立体电影票抽吸金。我这个袋子无可疑哦，长官。嗯。至于刘冠廷的鬼扯，特映场有噱头，主打好笑免钱，不好笑付250，还真的有人投钱了。因为很好笑。嗯，很好笑，为什么要投钱？因为要鼓励片商，觉得太好笑了，所以不需要投250。很好笑，真的很好笑，就是全场都没有什么冷场的地方。粉丝口碑好评，愿意掏钱支持。至于柯震东、王静主演的月老，呼应片中的学生制服，举办全台万人串联试片，凭学生证就能免费入场。我换大学，真的很谢谢。我换大学，然后那些王静和柯震东有演，所以就想要进戏院。来排队的全部都是学生，全台总共有23个场次，一张学生证一张票。最近国片正夯，片商宣传花招多，但唯一的共通点就是希望用好口碑替票房冲高人气。 TVBS 新闻李国政审讲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